大家好，非常感谢中华民国杰出企业管理人协会肯定我们台湾大商华家，让我们荣获了大型企业十大杰出企业奖。这次之所以我们会得奖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秉持着我们的企业宗旨 enriching people's life， 丰富每个人的人生。我们做了什么事呢？我们在对外方面，身为市场拓展服务的领导者，我们的 OP1亚洲最大的医药智能仓储中心做了永续经营，还有使用再生能源，还有我们做的 CSR， 坚持着我们两个理念，乐龄友善，关怀弱势。对内的部分呢，我们做了很多员工的培训，提倡多元平等包容的精神，很多的活动叫做 employee salon， 各种动态静态的活动，提升员工的身心灵健康还有照顾的意识。希望未来台湾大商华家可以持续秉持着 enriching people's life， 丰富每个人人生的精神，在对台湾社会有更多的贡献，对内也可以办更多的活动，让员工感觉到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企业。谢谢大家。